世界上候鸟迁徙的方式大都依循着相同的需求，那就是充足的食物及安全的栖息环境。地处闽南沿海的金门岛，由于四面环海，潮间带广阔，加上人为干扰少，又位在候鸟迁徙的路径上，每年都有许多鸟类在这里过境或留下来度冬。当北风更强的时候，鸬鹚也和其他候鸟一样，乘着季节风从繁殖地往南迁徙。它们迁徙时总是结群飞行，像雁一样的富有秩序。12月前后，一批又一批鸬鹚从西伯利亚乌苏里地区及大陆东北边境南迁过来，栖居在慈湖的湖畔。这样的迁徙盛况在每年的1月份达到最高峰，将近上万只的数量也让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鸬鹚度冬区之一。金门地区的鸬鹚是一种泛世界性分布的鸟种，由于体型较大，也被称为大鸬鹚或普通鸬鹚。鸬鹚全身黑色，翅膀张开时大约100公分长，重约2000公克，是一种大型的水栖性鸟类。四指间的蜷蹼，容易弄湿的羽毛，以及粗壮有力的嘴喙，这些特殊构造都是为了潜水猎食的适应演化。为了方便吞咽猎物，鸬鹚还拥有一个伸缩自如的喉囊，天气热的时候，喉囊也具有调节体温的功能。由于潜水的需要，鸬鹚的体重要比一般鸟类重很多，当它们起飞时会先在水面助跑，加速一段距离之后才能够升空。飞行的时候，鸬鹚喜欢编队行进，紧紧追随，这是因为它们振翅后会在侧面产生一股上升的气流，跟随者就可以利用这股气流来节省力气。鸬鹚的翅形短而粗壮，振翅规律有力，也会做短暂的滑行。虽然体型沉重，但是它们飞得很快，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。鸬鹚是群居性的鸟类，喜欢住在幽静的水边，紧邻慈湖的木麻黄林是它们过夜休息的地方。水域和大片林木的屏障，让这些远道的鹪鹧每年都聚集在这里度过冬天。鸟类的集体栖息除了可以有效警戒御敌之外，同时也具有刺激繁殖同步进行的目的。鸬鹚对于夜栖点非常忠诚，
它们每天都停栖在同一棵树上过夜，降落的时候相当准确。虽然鸬鹚喜欢热闹，但是领域性很强。由于个体之间栖息的距离很近，为了占据较好的位置，争夺吵架的情形也就经常发生。嘴喙是它们主要的攻击武器。冬季的清晨，空气中透着冰冷的寒意。阳光慢慢升起后，一只只缩着脖子的鸬鹚才在温暖中逐渐苏醒。离开夜栖地之前，鸬鹚会先伸伸懒腰，并且用力挥翅。这种动作就像是运动员的热身操一样。一只蝗从木麻黄林的上空滑翔飞过，造成了一阵骚动。虽然猛禽很少会攻击鸬鹚，但是它们仍然戒慎恐惧。鱼类是鸬鹚主要的食物来源，出海捕鱼也就成为每天例行的活动。鸬鹚出海觅食的时间并不固定，通常是在早上7点到10点之间。他们会先在夜栖地上空集结盘旋，形成密集的队伍，然后声势浩大地朝同一个方向飞往外海。鸬鹚移动出海时，会形成很长的波浪状队伍。这些延长漂移的队形可以有效协助搜寻鱼群。鸬鹚捕鱼的时候，大多采取集体觅食的方式。庞大的队伍同时在水面上下追捕，像履带滚动一样前仆后继，协力引领鱼群聚集，方便捕捉。鸬鹚大多在外海的浅水域觅食，它们潜水的深度可以达到数公尺深，时间约20到40秒。觅食对象以数量多而且容易获得的小型鱼类为主。一只鸬鹚每天大约需要300公克的食物，虽然食量不小，但是协力合作的捕鱼效率非常高，因此他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填饱肚子。